拿这儿，我带点吧。我，请你下。慢不点，你找点钱好。你是让我爽快些。还是，明早你大声大名，可叫你别坐。虽然听讲阮爸受伤，我感觉真唔甘，但不过总比伊有人控制安尼较好。你的个性我足了解，你足无简单才放下过去，重新欢喜过日子。啊，不过即马，煞爱为着恁爸爸咧操烦，你心内一定足艰苦啦。跟阮爸比起来，我真正无算啥。阮爸已经被控制一段时间啊，我煞只是感觉，伊敢若是个性、甲生活习惯的改变尔，我只是发现两早救伊。卖讲讲，希望今仔我所报的电话，会当顺利破解江中人伊的下属。一定的，啊那无，阮爸就辛苦了。大玲，物件拢选好啊？咱今晚就来。那无开电话啦。哦，啊，等下上路，等下请酒店订餐呐。因为这件事真久啊，惊危险，所以就决定哦，做一摆处理。哦，吴文姐，歹势，我咧行路无方便。较细腻啊！对啦，特别大起来的时阵，就必须要处理好些嘛。是啊，我是咧想讲哦，等文瑶甲超越正式结婚了后啊，凡是因两个选择要到我这老伙仔做伙住的嘛，所以我早早先传了好些啦。啊，我今天红酒哦，就放伫遐啦，真麻烦，唔跟姐啊，替阮见姐。你阁会记得我对红酒研究啊？当然啦、啊。卡上阮大家官，那特别请人客的时阵，拢是黄金姐咧替阮敬红酒呢。啊，你敬的红酒哦，每一个人客拢感觉足喜欢的，所以我足佩服你。好啦，那你交给我。哎呀，真有八卦阵，绝对是朱丽萍变的。也不过是安怎会知？爸，你怎个想动？爱加解啦。哦，哎。啊，爸，是嘞，我害你后悔啊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小可小念。看起来亚杰甲陈忠兴已经串通好势，才要替我加金甲。实际上是要替我回甲金甲，我朱丽萍释宽头，我才会踏入定来。都定掉啊！朱丽萍，你这小鬼嘛是要拼的严多，吃较歹的，你拼袂过我。那这嘛是哪？我那袂顶袂当，爸，爸，你免惊，这个电话是丽萍阿姨接的，因为阮大家怀疑你予人下符啊，所以才会想出这个方法来替你化解。我予人下符啊？你是咧胡白讲啥？无你哪会知？我认为啊，你应该是叫江中人甲你下符啊，所以规个人啊拢变啊无同款。完全让平亚玲去行，你嘛完全失去判断啦！伊叫你创啥，你就做啥。我失去判断。是啊，山下干部省的代志，伊全部拢袂记来哦。伊当阵啊，你甲江中人两个共声嘈，都咧江边下拗啊。特别是哦，西关前辈同款，你的行为啊，非常的反常啊。好啦，飞弟哦，等你清醒了后啊，你就知影你的行为啊，走前啊，偌离谱啦。即马计划免讲啦，丽萍，紧甲文金化解啦。啊，若无，若是去工厂迄个妖道发现啦，咱即马所做的代志哦，全部拢白了干。
文琪，你别紧张，放我轻松，心过来卖有杂念就好啊，其他搞。怎样？这是经过严密的水，我嘛有滴过啊，你安心哩。爸，爸，你干嘛出？暗家是陈良生的旧厝，而且啊，咱来伫遮。看起来，这个八卦阵真正破解江秋莲的法术啊！爸，是的，因为这阵啊，我感觉你的行为怪怪，连陈良生阿舅伊嘛安尼感觉，所以大家推测你是有江秋莲害我，所以阮才请丽萍阿姨替你报还，来替你化解。你讲啥？江总裁对我下符啊！啊，正常伊唔解释过啊，你嘛拢有试验过啊。看起来江中林对你用的法术对你影响真深哦。你即摆记底啊，敢若浪一段真久长的时间啊。吴明姐，你敢有印象？今日的山脚，伊想要伤害阮性命。我要伤害阮性命？我哪有可能做这种代志？是真实的，阮大家拢看到。啊，请伊给我录影，真实的。来，我嘛就是因为看到这個，所以唔加对你去怀疑的。确实是我呢，哪样呢？我哪一点么记忆拢无？你搁好意思讲呢？我早就甲你提醒过啊，爱注意陈良生看人。结果我抓了准准准，我真无简单呢，才甲这命安排了好势。还搁有去病院小看哦，吊一个大洞。结果随着听到你的消息讲哦，你爹朱丽萍。啊，个陈良生面头已经差一点啊，破功！哎，你那是一个一个吼，去我的后脚，我一点啊时间就无得休喘一下。我是过几条命，会当互你认得啊？我认得你是要创啥？你有两条分伫我遮呢，啊，你有那啥三长两短，对我有啥好处？既然你真清楚我咧，也剩无下手啦。想怎买较细呢？即摆旧卡锁跩叫用脏掉吼，陈良生已经确认咯，我会晓法术啊！伊若无顺这势来追杀我吼，我就输你啦！真正是啊，生鸡两毛，放鸡屎规大堆。迄嘛是以后的代志。即摆我已经顺利通过，迄就表示咱有时间通应付伊。你是咧新工会度啥款的啊？我是安怎袂心光火到啊？那不是因为啊，你无把我禁锢当作一回事，了结放放，那会乎你迄个当得无闲单乱来的查某囝王亚杰，看着你怪怪，和朱丽萍去拜阵。用心啊，
我身躯有你两条魂，朱立平的结束我无看在眼内啊。我发现你咧布阵，无迄什么八卦阵要对付我的时阵，如今耗掉我的心神，我因就是讲已经解读我身躯所下的咒术。伊即马叫是讲，我已经变作原本狂文金啦。这代表啥？这代表我以后会当光明正大去因遐找到第一手的消息。安对你是无好无歹呢？啊，你是咧怨叹啥？我冒着性命危险去找因探听消息。啊！你唔呐，无感谢我，一直咧怨叹我，真正是做甲老瓜，互人欠甲老卵。你，我咧归去哦，甲这两条魂收倒转去啦。以后桥过桥，路过路，各人行各人的。你先莫讲这话，是咧甲我有威胁心？哎呀，你都讲你需要我，安尼一句话讲袂出嘴。